大家好，我是阴阴怪。没错，我又来蹭原神热度了。原神竟然演出卡牌了，而且还是和万代联名的，一盒250，买了。虽然我游戏里脸黑的一逼，但我游戏外，我就是欧皇。看我客气妹子，妥妥的 C 位啊！第一包能出什么好东西？哎嘿，是女主角和派蒙。要是第一包就出克勤就好了。下一包。星眼和凯亚，一冰一火，冰火两重天，哼，拉低。安博又是星眼，大姐你别来了好吧？又是凯亚，你俩是一对吗？一个接一个，另一张是全家福，这回还是挺好看的。又是安博和全家福。哇哦，迪洛克和七七两个五星角色，刚好我说的狼面有人用了。又是派蒙，另一张是晴。有一个问题哦，为啥他的英文名是简？有没有老董哥告诉我一下？温迪和公子，这波很欧。钟离和芭芭拉，有一说一哦，我觉得钟离是最帅的，有人不服吗？啊，这又是一对主角，班尼特和宁光，摇一摇出好货。简希尔和行秋，莫娜和迪奥娜，阿贝多和肖，重云还有可莉，真的是我的克勤呢。克勤，你们快看，简直太可爱了，感觉这个丽莎也不错。我好了，北斗和诺埃尔，最后三包了，希望能有值钱一点的。香林和雷泽，砂糖和甘鱼，最后一包。和琴，烦死了！一共250块，凑了这么一堆卡牌，64张，平均3.9块一张，这应该不是智商税吧？虽然例会和游戏没啥区别，但我抽到了克勤啊，克勤才是永远的神。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催给马剑打系列，不要急，这不就来了吗？马剑打手半斤3斤，开箱，开箱一定要有仪式感，准备好手套。放大镜，还有原神木雕合成物，这个只用来擦些液体的皮，不是？你不会想歪了吧？自觉便秘去啊！第一个，这大兄弟也太凶了，这脸蛋，哇哦！这长腿，哇哦！这身材，哇哦！这翅膀，做成奥良肯定不错。这款手办，你在干什么？简直就是天使啊！哼，男人。出自绝代少女的仓本工伊利，喜欢的小伙伴自行搜索哦。下一个，哦，这玩具也太好看了吧！而且它的皮肤像莲藕一样丝滑，不如就叫它玩偶姐。这脸蛋 beautiful， 这长腿黑丝永远的神，这身材，这样应该不用买了。总体来说，这款黑丝 JK 短发可爱美少女，除了这个可拆卸的欧派以外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无槽点的。下一个，这款手办不但送了个垫子，送了一个包，是红心啊，脸型和身材俱佳，一个字，绝。下一个，我，这尺度，还送了一个大腿替换件，以及一个头纱，这莫非是哪位牛头老人的相好？不过这最后一个手办，这气质简直是 LSP 们的最爱。我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4个手办了。想要老刘一键三连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拜拜。